请各位看562页，这一章啊，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这里这个有言呢，古人注解。所以这个有德的人有这个言，这个言呢就是好的言语，叫做善言。孔子讲有德者，有德的人必定呀有的这个好的言语。所谓好的言语啊，是教人学善的，这叫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说的这个言语说得很好啊，不见得都是有德的人。这是一段，后面一段呢，仁者必有勇，这个他是个仁人，必然有道德的勇气，必然有勇。勇者呢，有勇的做事很勇敢，不必有人。不尽然他都是一个是个仁者。这是经文的字的意思，我们这样了解了什么叫是有德，什么是仁者。这个要从上论孔子讲的至于道，据于德，宜于仁，由于义，这一章经文呢，许鲁老人曾经做了2张讲表，把它分析得非常详尽。这2张讲表啊，大意就把这个道啊，就是讲的，本性。我们人人都有本性，成佛成就圣人，就是把我们自己本性开发出来，这就成就了。那么至于道啊，一开始学的时候啊，我的志向就定在道上面，这个道就是要正到自己本性。这个道是静态的，佛法讲如如不动的。那么要起作用了，那就动了。我们普通人呢，一动就是迷住了，一动的话，对于这个道啊，对于本性啊，就不认得了，那个就谈不上这德。圣人，我们学圣人就是要知道这个道是一个静态的，如如不动的，要在世间办事，要教育，要做任何事情就起作用啊，作用起来就从道起来的时候叫做德。
德这个字呢，现在这个是双人边，左边双人边，右边呢是一个，上面是个十字，中间那个狮啊，不是狮子啊，是木啊，眼木啊。木字下面有一横，一横的是这个楷书是一横啊，这个篆字啊，先是一直然后弯过来，那个字是古体字，叫隐字，隐藏的意思。下面是个心字。十目所视，十个人的眼睛所看的呀，那个隐呢，隐藏不起来了。下面这个心字呢，心里想着，我有任何私心，就如同有十个人在那看过啊，我隐藏不起来。有这个心理啊，他就不敢损人利己了，甚至心里一动这个思念头啊，也就不敢动了。不要双人边，专门右边这个字就是古体德字，古体的道德德字就是这个字，后来呢再加上一个双人边，这就是现在的德字。那么这个德字就是和两个字来讲，直心，这个直心呢指的什么呢？真如本心起来是动的时候啊，心没有变化，直接从本心起来的，没有变化。起来的不是知心的话，那这个动的时候就是起心论里所讲啊，一念不觉起了无明啊，无明起来就不认得自己的道了，不认得自己本性了，那个德了，那不是明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就是这个直心，没有起变化的，没有迷惑的，那就是德。起了变化，迷了之后啊，那个德了，不是明德了，是昏德。昏德就是啊，你比如说现在有什么发明它。没有德，没有智慧，他发明不了啊。他是德，但是他发明的任何成品出来，要享有智慧财产权。智慧财产权，想这个呢，自己可以得利啊。这个德，这就昏德了。明德他绝对不要智慧财产权了，古人著作那些书公开的，谁印都可以谁印，他自己印的书他也不卖钱，那才是明德。所以这个道德，道不容易了解，德也不容易了解，不想学圣人，不想成佛，那这个德这样讲，就是普通的讲这个德了，一般人不懂啊，不懂你叫他完全舍弃这个私心，不要有智慧财产权，他办不到的。所以弟子要懂得这个道理呀、啊。不必人家要求，他自己，
写的书也好，这个工业上任何有这个研究一个新的这个一个这个产品出来也好，都可以公开。那才是德了。这个不容易了解。再呢，次一等呢，讲仁了。仁这个字啊，左边人字边，右边是二字。两个人呢，很这个很接近。彼此啊，互相关照，就如同啊，两个竹片子或是个木片子，一片上是比较薄啊，两面加起来就厚了。比如说竹子头。两片竹子，下边儿，两片竹子加在一起呀、啊，叫天竺的竺吧，那叫厚字讲啊。两片竹子加在一起是厚了，比一片要厚啊。那这个来解释人字，两个人的意见呢，非常密切。互相关照，互相同情，这叫厚道。拿这个道理是对待一切人呢，就是以厚道待人。拿这个来办政治，就是仁政。拿这个做医师的，拿这个给人家治病，就仁心仁术，就是。有仁德的医师，其他各行各业都是如此。这叫仁呢、道德仁义，第四个字在医字，医是各种艺术、各种技能。我们固有文化了。四个字连在一起讲，这个教育啊，连在一起讲，由这个道德仁，尤其以这个仁为中心来指导这个义。你这个义啊，各种艺术啊，包括技能、工艺品。工业上面各种这个，那种生产的事业，艺术方面，画画也好，写字也好，音乐也好，这都一样。由人来指导的话，这种艺术啊，就可以叫人家从这个艺术上面呢。一步一步的学仁、学德、学道，成就圣人。如果没有这个道德仁做根本，没有那个指导的话，只讲艺术啊，那就是完全为自己谋利了。那对于天下人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是有，但是副作用很多。讲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讲你啊，促成经济繁荣啊，你多消费，多消费才有多生产，多生产的话，这个经济它才能够繁荣了。但是你现在看看。多消费、多生产呐、啊，现在这个生产跟股市不一样啊。
能源要多少？你这个大工厂里边，不管是哪一类的工厂，一发动这个操作的时候啊，那个能源有多少啊？这个地球总共算起来有多少能源呢？你照这样的发展下去，尽量鼓励下去的话，终有一天，那地下那个油料啊，就是总有完的时候。这样说起来，还是古时候啊，我们固有文化来讲啊，好啊，勤劳节俭呐，这就是合乎人的。像那样大量的生产，大量的这个享受，造成的这个地下的能源有一点耗竭，再些就在这个时候，上面空气污染，这个天上的这个臭氧层也破坏了，地球也逐渐暖化了。这都是副作用啊，很多啊。所以，纯粹讲义，不讲道德人呢，那些反作用就那么多。这些道理呀，不是一般人明了的。所以，孔夫子讲了：“民可使有之，不可使知之。”啊。你叫所有的人，天下人都能了解这个道理呀、啊？哪到几时才能够办得到啊？你不如是国家在政治方面、教育方面，你制定那些政策，叫人家从这个行为上面去学习呀、啊，那才有效啊。就是知与行这方面的，孔子讲"民可使有之，不可使知之"，是叫人家你从行上面去学了。你要从知上面去学的话，那好了，估计我们老师啊，他的医术很高明啊，他就举例子，你要把这个病人治好啊。你先开这个药给让病人吃药啊！你那个病人如果说我不先吃这个药，你把这个为什么吃这个药？这个药是药性是怎么样的？它针对我这个病，我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好了，你这样分析分析，他问你懂了，那个病呢，病人早就完了。那就是说，你要治好病人呢，你先去向他吃药啊。病理、药理，那慢慢讲，他有兴趣慢慢教他，没有兴趣把病治好就好了，就没事了。这是中国学术注重行这一方面的。那么这里讲的，一般古人注解呀，德与仁没有分清楚。在这里讲，有德必有言。有德的人呢，那个德是性德。成就圣人了，一定都是性德，他不是昏德。我们普通人呢，还没到圣人这个程度啊，我们德也是昏的呀。但是只要我们有兴趣、有志愿来学圣人，我也开始走上这个正确路的时候，我就要把这个德
这个德的意思要明白，然后我们在世界上做任何事情呢，开始就要求着跟这个人相合，人相合了，那个德自然的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合乎这个性德。有这个性德的人呢，必有言。圣人的世界讲的一些话了，没有反作用，都是叫人有好处。妄语没有的，成就佛，成佛也是这样，成佛了。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里边呢，我的言语都是如实语、真实语，没有一句是妄语。孔夫子说话，哪句话是妄语？没有啊，都是真实语啊。真实语就是从心得起来的，有言就是这个言呢。甚至每一句话都是教人学善的、学好的，最高的目的就是教学做圣人。所以有这样的德的人呢，必然有言，有这个善言，在书经里面叫做常言，常也是善言呢。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就一般人了。一般人他这心德还没发现呢，心德没发现呢，他也有志愿的学圣人，但是他也知道要学圣人的言语有言，但是这个言语他说是说了，他本身能够做得到未必啊。为什么呢？他的学的程度还浅，性德还没完全出来，或者学了一点点，知道的时候，有时候啊，又把这个我们普通人都是迷惑颠倒嘛，这个迷惑颠倒。偶然有时候啊，他性德也出现了，出现没有好久，然后被这昏德了又盖起了。为什么昏呢？利令智昏呐。我们一个人呐，不是这一生才是人呐，我们多生多世，有时到人道来，有时在畜生道里，有时也在天上，又是在地狱的这个六道里来回这个轮回生死啊。你讲能有个开始吗？没有开始，我们自己迷惑不知道，叫做无始以来我们就在六道里面轮回生死啊。每一次生死痛苦是不得了的，这个我们都忘记了。那么现在有心思来学道，学道还没到那个程度，学圣人的言语，学一般有人性的这个言语，会讲自己那个这个
这个行为这个德了，有时候还跟不上这个圣人言语，所以有言者不必有德，这不是很清楚吗？在学的时候还没学到家了。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呐。仁是讲厚道啊，那对待一切人呢，都有同情人家了，看见人家有灾难，啊，我们就是设身处地来替那个灾民呢来想一想，我们同情人家，有能力我们尽量救人家。能力没有，这个财力不足以来救济那么多人，我们量力而为呀。甚至自己一点财力都拿不出来，我们学佛的人都做早晚课，做早晚课的话，遇见那些受灾的人呢，我们替他回向回向，这也是进到我们心了嘛。我们也是这个人心也能用得出来嘛。所以一个仁者呀，必然有勇。仁者要做一些事情。有些人呢，他这个有勇气做事情，做得很积极，不必有人呐。仁者必有勇。过去学公讲的时候，在历史上，这个像文天祥，类似文天祥这个历史上的人物很多啊，他的心里就是人，那些人家逼他投降，你不投降就有生命的这个，有杀生的这种患难。我在想，杀生可以，就是投降他是绝不干的。他的心里只有人，杀生之后眼睛看都不看，心里想都不想，这就是。仁者必有勇啊，不像文天祥这样的，其他的在世间做这个实行仁政，做些事情呢，虽然不像文天祥那样的壮烈了，他做一切世间有利于人的事情啊，他有勇气。只看到这个事情对人有好处，他勇敢去做。至于这个做的事情对他自己是有害或者什么，他自己不考虑，这就是勇气在这里。他做的事情甚至于很多人不谅解，他有还是照样有勇气去做。宁可是有之嘛，你做这事情让老百姓跟着做，
可是知之，老百姓他不知道，不谅解，不谅解，他还有勇敢的去做啊。对呀，人者了，不是人者就不是这样了，不是人者这个，他勇者的话，哎，处处，这个考虑到自己。像这样他不比有人，在比这个境界高的人，他有些是想做一些合乎仁义的事情，对人有好处，但是在这里为什么不比有人呢？人这个字啊，不那么容易的。孔夫子教那么多学生，很多学生问孔夫子啊，人怎么要学？孔夫子答复他都不相同的呀。只有答复颜回，人家克己复礼为人，克服自己的一种那个。那种私心欲望，复礼，礼啊，礼就是叫人家守规矩，心里啊不乱，心里不乱才有定功夫，才有智慧，所以叫颜回啊，你克己复礼。礼是我们这个学圣人，圣人学成功了，他到世间来，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合乎礼的。孔夫子讲他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啊，到七十岁圣人成功了，炉火纯青的了，他还是不逾矩呢。矩就是礼的规矩，要这个矩干什么呢？规矩就是办事不乱，待人接物守住礼啊，就不会乱的。自己在家里办任何事情，家务事情也好，在外面你这个业务上面、工作方面都有规矩啊，你才有效果啊。才不乱呢、啊，所以叫颜回克己复礼，这才能够把人修得好。人修得好，颜回是人了，他也不是这个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人吗？未必。孔夫子讲回心三月不为人呐、啊，颜回连续三个月的心里这个人性在那里没有违背，三个月是一季啊，一年四季啊，一年四季的时候三个月连续啊不为人呐、啊，言语行为都是不违背人的话，啊，三个月不违，那其余的一年四季都不会违了。这样的程度，在孔孟这种颜回才如此，其余的弟子都还办不到呢。其余的孔夫子讲呢，其余日月至焉而已呀、啊，或者是每一天。或者一个月人心一发现，这个一天或者一个月心里这个人心出现了，其余的呢，其余的为人呐、啊。那为什么孔孟这种很多学生不能完全像颜回那样三月不为人呢？学的
程度有浅有深。为什么有浅有深？我们一个人呢，多生多世以来染上世间的这个损人利己，而又不了解自己，又真如本性，这都是恶的习气。染上恶的习气太多太多了，你要这一生就把他所有的那个恶习气都把它除掉，谁能办得到啊？颜回虽然是三月不为人，他也不是这一生才开始学的，过去是不知道学了几辈子又几辈子，然后这一生才有这个成绩出来。其余的那些弟子虽然日月智也呢，我们普通人还比不上呢。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社会，一般人日月智也那个人心呢，就是一般讲良心发现呢。孟子讲良知良能啊，良知良能呢就是人呢、啊、人心呢、啊、人心是本有的，人从哪？人从德出来的，德从道出来的。我们普通人多生多世染上那些恶的习气，没有像颜回那样那样长久的时间来一生一生的来把它那个习气把它减少又减少，这个才有这个成就。普通人没有这样学法，他或者学过一两声跟孔夫子学的，所以他是个日月智言而已啊。我们现在学了佛了，也学孔夫子的儒学了，大家知道这也不是这一生才开始的。佛家讲善根，善根也不是这一生才有的，所以有善根容易良心发现，良知良能人容易出现呢。一听到儒家学说这么好，他就有兴趣来研究来学习，这就是善根深厚，不是这一生才学的，过去就学了。这种人呢，他这个人心容易发现，容易学得好，所以人者必有勇，他做事情下定决心呢不会退转的。相反的勇者呢，不必由人呢，刚开始听到这个儒修好，这个他有勇气来办事情，办事情的不容易的啦。比如说修佛的人嘛，一听到佛学这么好，自己一研究着佛经这么好，他就发现呢，到外面弘扬佛法。但是弘扬佛法不简单了。过去学公就讲，这个厚积薄发了，学的在那个初级的学的越多越好，积得很厚。
向外面跟人家讲呢，前讲，不要把所修的完全讲出来，你这样才有效果。这还是讲能够厚积薄发的。现在有些人呢，他自己看看佛经，佛经讲的道理他还自己还没有彻底明了呢，他就跟人家讲，他有勇气跟人讲啊，一讲出来是讲是错的还是不错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勇气是有了，讲的结果是不是符合人，对人家是不是有好处，这就很难说了。办事情，比如说这个慈善救济吧，无论这是学佛的人学儒的人，对于天下那些贫穷灾难的人呢，需要救济，当然我们就救济啦。救济是好啊，但是要明了这个道理啊。不明了这个道理的话，救济同样是个救济事业，发生反作用的也不少啊。所以同样是个救济事业，不是说你积极的勇敢的去做，不一定有好的结果。所以是勇者不必有人，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积极的做那些好的事情，包括慈善救济，包括弘扬圣人的这个道理，都要啊，这个自己要明了啊，自己对这个道理都还不明了，做出去勇是勇了，不见得都合乎这个人。孔夫子讲这个话了，叫我们呢，人人者必有人义，成为一个人人了，必然是有勇气去做那些有人的事情。反过来讲，有勇气做那些事情呢，未必合乎人了。孔子讲这个理，我们现在要找孔夫子学了，我们怎么学法子呢？学的老人讲到最后是吧，我们唯有啊，多读圣贤书啊，把圣贤的书多多念了，这还不算，念了之后自己修行还要配合了。你比如说儒家讲修道从哪修的，从无能开始学，无能的家庭里是最基本的天伦。我们也懂得学道也从天伦开始，然后推广到社会上，君臣朋友，家里是最基本的结构，是夫妇，再就是父子兄弟，从这开始学。怎么样开始学呢？
道理明白了，你自己不去用行为表现出来呀、啊，家庭里的那个道未必能够修得好。所以在家庭里面开始做的时候啊，以和为贵呀、啊。孟子讲，父子之间不择善，不是叫父亲不要教儿女学善呢、啊，不是的。首先的呀，叫做父母的人，你要跟儿女啊感情要拉在一起呀、啊，你要过于严格的要求儿女，处处要求，那你不是父母了，你是老师了。父母儿女在家里天天生活在家里，你像老师要求学生那样的，父子之间慢慢就是疏远了。一疏远的话，儿女对父母的话就他不跟你讲话了，他就跟你离心离德的。你然后你再教他学好啊，他根本就不接受。所以父母之间、儿女之间、兄弟之间呢，先要取得感情融洽、和，然后你讲的话教他学善，他接受，他会学，这个有次序的。那么今天讲到这一章，我们就到此为止。